疫情的影响造成许多花莲业者为了维持生计，必须使出浑身的解数来创造商机。而寿丰乡的立川渔场就嗅到了网路商机，大推家乡味家传风味卤包，让许多的饕客在网路下订，就能够享受到立川渔场的好味道。员工正在筛选最优质的黄金蚬，以天然活水养殖的黄金蚬不只是在地的优质农产品，更是每一位花莲在地游子的家乡味。像我们拿着你放手。业者为了在疫情之下照顾好每一位员工，推出了家传风味卤包，让喜爱黄金蚬的饕客朋友动动手指头就能够网路下单，享受主厨为您准备的家乡味。然后因为最近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无法想到餐厅享用这个在地的美食，所以公司这边有出了这一套这个冷冻调理包的咸肉，然后他回家都可以隔水加热啦，甚至说微波直接享用，或是拌在饭里面，甚至下酒都可以。它是很好一个佐餐的一些食品。这样的卤包也免去了您许多的麻烦，去壳后的卤味包以冷链宅配，早上下单，下午宅配，轻松让您享受好滋味，超级到位的家乡味。它有一个业务亲自配送的一个服务，超级贴心的，所以我就立马订了好几包，因为它是好像真空包装的，然后呢就是拿回来家里之后电锅直接蒸。黄澄澄的黄金蚬现捞现做，锁住黄金蚬丰富维生素 B 群，留住的不只是健康，还可以享用到家乡的好味道。记者林杰，寿丰乡采访报道。